公啊，阿妈，一人来问我香菇怎么叫？我的香菇怎么叫？香菇是这样叫。小波，本来我是哥太乙哥，当今我变成卖鱼哥，开嘴砍嘴，讲有讲无，看到你 happy 是喜地好。我是一个卖鱼哥，好康好料一定来小波，货真价实，价钱公道，若是无好，我予你错。放生？你问我的虾有几只脚？我老哎，好心用脑一点呐、啊！问我这样简单的问题，这个无脑的人才问的啊！你要试文鱼？笑哎、欸！你不是在卖三文鱼，你现在试文鱼？等一下你就要六文鱼，要七文鱼？有没有鱼翅膀？你不在卖鸡翅膀，你要鱼翅膀？我老。